看，是不是这个？这个扭扭螺。会扭啊。扭螺。它屁股扭扭的，长长的。它这个屁股断了嘞。这个是应该是挂了的。可以了，他今年他刚刚那个谁说挂了？没挂，活着的，活着的，看不到，哎，看不到。那你看被我弄一下收回去了。他这个河他平整过了，所以说没有螺了。我记得原来来这里好多螺的，真的好多啊。你干嘛？洗澡，还要洗澡。你洗脚，闹鱼。咦？哪里不臭？那天你拖了，这车上都臭。我跟你讲，你下去那个鱼绝对浮起来。那你跳，你们到下面去捡了吗？你去中间那里，你干脆跳过去。哎呦，那个鱼起来了。好玩不？这里如果夏天的话，记得摸螺回来。不过你摸完了螺，可能带有点气味，我得再吐几天。有没有螺？看，这有没有螺？贤，那边有个美女在洗衣服。丈母娘。丈母娘。这个石头黑乎乎的，看不清。你去那个沙子那边帮我扒拉扒拉，有没有河蚬？对，扒一下，有河蚬跟我说，我也拖了。还没看到呢。好多。好多，你拿给我看。毛。好多毛。找那另外一边肯定还有。挖了半天啥都没挖到。这个河没有货的，空的，上岸了。石头好扎脚的，这个打酱油的小男孩。右边那个，你有没有下去找鱼？我帮你洗鞋，要不要？不要。啊，帮你洗衣服。我自己来。你们不到下面去找鱼吗？去哪里找？下面啊。我跟你讲，那一个地方绝对有鱼。那个水口那里吗？啊。那里可能有哦。那里有。这种地方爽，杀鸡杀鸭干啥都在河边的哈，杀鱼。我还以为你想拿那个瓶子回去干啥嘞？洗得那么干净，看吧，吃那么胖干嘛？你说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回不去了，这样还是我的。你看你吃那么胖干嘛？拉都拉不下去。阿伟帮他一下。没有来吃胖了。没事吃那么胖干嘛？没有，我不敢帮忙，那个位置太逊人了。哪里新人？鱼都没起来哦。那鱼起来了，刚才你们看到跳了吗？鱼我是看到跳了好多只，真跳了，这是真没骗人。大家都看到了，只是你没拍到。估计那鱼跳翻在那里，你们都不敢去捡来吃。不敢。里面有螺，你哪怕摸回来，我也不敢吃了。好凉，味道很特别。有点呛，这个味道有点重。哇，拿点饮料下来。没有什么菜，跟啥配饭？好多菜了。刚刚吃饭回来，准备上山抓漂。给我抓点啊。你抓不抓？大郎。大郎。不要搞这种限流的，限流的东西不要乱搞。啊，你刚去那个粉丝那里吃完饭回来，也7点多了，准备上山。黑妈妈，走了，上山了吗？